实战呢、啊，我们今天打的是最难的下礼拜的地狱级哦。然后第五的部分，除了投尾以外，就中间是保险用的，因为我们刚刚直播。然后走起。好，那我可以说，这个队长我自己玩起来的感觉是他的倍率是真的高，我们就叫他倍率怪物吧。他叠满之后的倍率是目前有些这种平坦王，哦，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看平坦王这种东西。对啊，第一关先等隐身盾出来哈，我们给他有一个这个的特效。好，第一关是我们的全队锁技，然后加上光连级灵化，加上我们的雾化，加上我们的倒数二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蛮多暖气慢的队长来说蛮过分的，不如。好，直接发动他的热珠哦，因为两回合就杀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这边记得要在八秒内结束短珠，不然就很高就被搞死了。然后这第一关啾啾哦，直接引爆了。然后第二个宝箱哦，然后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很酷炫的一人斩的那个技术，就虽然说其实点角色头还有一血的，对，你可以看到累积倍率1.4，原来是从一倍开始的，每击毙一个敌人会多0.4倍哦，刚好一就加十个0.4变5倍嘛，所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。然后现在第二关我们这边遇到的是减伤抗性 50%， 20追击，20抗盾追击跟50减伤，还有一个倒数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开主动技能考咯。对，就是一个拔刀，然后看一下自己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发动他的角色扶持会有亢奋状态，好，加上加3 combo， 我们这边稍微切一下。好，这边只需要两种，好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的输出非常非常的唰，这样过去直接20兆就带走了。好，那这边带迷焰的重点就来了。第二条血是弓前盾消水珠减伤跟反击，然后那个终极倒数。好，我这边直接开另外一只拔刀斋。然后我们这边要，因为我实在没办法，就是肩负起在官方直播上不掉两组水啊，所以我决定就是我开个迷焰把版面整理一下，也避免等一下实在太多水然后出人命这种感觉。我把水珠点掉一些。我们现在知道迷焰的用途了。迷焰。我们点一点，避免等一下，等一下出人命啊！好，那我们这边稍微把珠子切一下。好，因为我自己在玩的时候，真的是一天到晚天降两滴水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在官方直播上冒这个风险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开声音，我就点走。好，接下来就刚，哎，刚才有人讲无视十字盾嘛，所以我们这边先一扛。好，其实也是用一扛没事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发动，注意的，他的那个队伍技能跟一般人的无视不太一样，他是发动技能的时候无视。好，所以别忘了要开一下我们这个补个刀伤。注意，然后一样拉角色辐射会有我们的亢奋状态啊，所以可以看一下，哎，亢奋要来了。一刀这样唰，好。44兆，哦，非常非常的痛。好，接下来到下一关，哎，我们的迷焰的用途又来了。我们这边先发动我们的这个技能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整理版面喽，看好喽。你看我们的血，哦，拿出我们的。啊，这关也很麻烦。门牌，对，这关是手消全木跟手消全暗。嗯。然后手消全木跟反手消暗，手消然后七组，对，很麻烦。我们这边直接开，然后开始整理版面。哦。对，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很懒。直接把暗移除，我们把暗全部移光光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我看一下哦，一条手要全木。好，这边需要七组珠。好，直接砍出去。好的啦，好的啦。对，然后看到左上角那个几人斩还没有叠满哦。哇，55兆哦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。哦，所以看到这个队伍是全部的拔刀斋都有这个伤害哦，可是因为为了要示范，所以我只带了头跟尾啦。哦，实际上你玩的时候，因为今天你加倍有抽，对，一堆拔刀斋，哇，那伤害是更可怕。我们直接开这个，问就是抽5张，对，问就是抽5张，加倍什么时候来？我好想抽啊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开，然后我们直接哎，23颗，哎。好，然后二血的部分，我们这边直接再开一次，好，再来，然后二血这边很贴心的给了你一个转珠无效，对，三十二，对，转珠无效，对，很贴心的给了一个转珠无效，然后这边是，哎，怎么说，副消转珠无效跟手消不同种类盾，注意一下，不同种类哦，对不对，老样子，为了怕等一下没有不同种类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点一点，好，我们这边消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开手算
好，把灯开一开。好，我们这边需要三组星跟水跟火、哦。你看，米彦这个东西就是，哎，每回开一次调个版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突然觉得它好方便哦。好，看皇冠特效，看皇冠特效，皇冠有个小特效。好。对对对对，对，它有个就是机关枪，因为这个角色在原作里面就是拿这个机关枪那边乱打，对不对？好，皇冠的技能是上下横排碎裂，好，然后每消一组，新珠减少10%抗性，100%抗性，然后怎么先攻60000啊？对啊，然后基础攻击是60000，不过因为它 CD 2的关系，所以基本上你两位没把它打死，你也是得死。那我们这边直接开我们这个哦，那这边是没有刀伤状态的，所以相对的伤害会少6倍，不过哇、哦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哦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8人斩了。8人？哎呀，没有消耗新珠，哦哦，然后就再一次，我忘记动了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这边拉下来。好，没有消耗新珠才有减伤啊。我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在对不对玩好像其他队伍，然后直接唰一刀过去。OK， 看这边打了6兆，我在80%减伤的时候打了6兆，还少了6倍的刀伤。好，你知道这个伤害多厉害。然后大概就这样，那就是我们的拔刀斋的实战哈。那我自己觉得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今天有一个小暖机，暖完才会有5倍，可是暖之前的伤害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够了。嗯嗯嗯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轮到红林来帮我们示范我们另外一张。